大家好，我今天介绍一款电管家节电器给大家，第五代节电器。首先我把电吹风打开，电吹风打开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表转得很快。我把节电器用上去以后，指示灯亮，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红色的绿色的指示灯亮，电表马上转得慢，说明它有节电的效果，省电就是省钱。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电表，大家可以看到老款新款的电表都可以用，效果可以达到100%无效退款，节电效果达100%无效退款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表马上转慢，马上刹车，立竿见影。效果达100%无效退款。